可却是苦手，赢得大冷风一苦手，好意思一成瘾，但是我忘却了忧愁，我是个绝世苦手，赢得大冷风一苦手，上天半地全雨，发出了雷霆的怒吼。绝世孤愁，一个风流唱的孤手，忘却了一切缘由，那是我真诚与自由。绝世孤手，一个风流狂的孤手，忘却了一切忧愁，争取我生命的自由。浑身是劲，脸不红气不喘，没想到他，我一直以为他只能唱抒情歌，对，搞错了，哇，原来可以载歌载舞还载鼓，不得了，还载载歌载舞还载鼓，哎，哎，真的很棒，对，因为那个鼓打要还要打出那个劲儿来，对，还有节拍，哎，我看过很多歌星说好像也是说他会打鼓的，但是那个鼓点打就是软趴趴的，对，一点力道没有力道，嗯，你果然是劲爆鸡腿堡。劲大鸡腿堡，我们是这个大家这边比较熟，你们两个来形容比较那个啊，那个卸妆。我跟你说，飞哥，我开始觉得他应该是个乖乖男，就是很闷、很宅男的感觉。这一打鼓，完全被震撼到，不得了！我就爆发力哦。他在家里就不要跟女朋友说话，打鼓就好了，说话有什么不要说。他哪有女朋友？你别乱讲。对，是吗？他怎么可能有女朋友？是吗？是。很敏感。啊，哎呦，马观音，我觉得啊，他这段鼓打完之后啊，哎呀，我有一个愿望。哎呦，你又有愿望，又有愿望。我没有2009年唯一的一个愿望，哎，就是做那个鼓棒，一直被捏着，被虐待狂啊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不觉得你跟他很近的感觉？哎，他怎么常常自言自语，啊？经常有小动作，哎，对对对，经常的。刚刚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刚刚这样，哎呀，谢谢一下。如果他当鼓棒的话，那他头就是那个。哦，他还，你还真想提着人家腿在那边，哇，真的有画面的。那我应该要绷住很硬啊。人家那个是一种形容词，对，他真的把它想成对，拿起来打。好恐怖的一个画面，哎，他喜欢任你摆布的意思。哦，对，对呀，这个男生他不解风情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生很容易被欺骗，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外面女生很坏的，特别是旁边的要小心。哎，小心哦，是说管义啊。哎呦，姐姐我不坏的。眼神怎么有点像变态？下次有机会呢，一定要
到他们那个铁到他们电视台去，对对对，想不想来邀请他们？真的很想不想来？想想，就只有一个。好，接下来萧敬腾又要接受另外一个考验。哎呦，他都是自我挑战。是是是，他今天唱这歌，跟他又是差稍微有几多少？哎呦，天壤之别。又30年以上，哇！他喜欢老的东西哦。对，不是喜欢老的东西，喜欢朋友也是喜欢老的。好的歌手就是要勇于尝试各种不同的唱腔，对啊。对对对。这首歌是意义是代表什么呢？对，意义啊，就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可以坚强，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幸福。有人不坚强吗？没有，飞哥意义啊，对对对。叫做祝你幸福啊！这个歌我跟你讲，你们虽然萧敬腾是属于你们年轻人，对，你也别忘了，我们有很多妈妈阿姨啊，对，我们也有过去，我们的妈妈都很喜欢他，不是我们有没有过，谁管你有没有过去，都很喜欢他，师奶杀手，听这首歌一听，哎呀，回到了他妈妈阿嬷年轻的时候，真的，这个歌，哎呀，萧敬腾啊，你外改就。我俩刚才真的差点咬到舌头，他打鼓还不是有打错节拍的？飞哥讲错一句话有什么关系吗？祝你幸福，来来来。找你。